你说哪来的小洋葱呀、啊？这么大点儿啊！我去你的，你才小葱呢！我是蒜，我皮儿独头蒜。哎，这小独头蒜不错哎，今天给你来个不一样的吃法。哎，给我放这干嘛呀？哎，我又不是大米，你给我塞电饭锅里干啥呀？这看着你还不乐意了？我还是做米饭的，我还想有味冲呢这。哎，总算了不起啊！谁谁你啊？哎呦！